下午好，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年新加坡防癌协会主办的前列腺癌症公开讲座。虽然前列腺健康是男性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部分，很多男生朋友们还是很不好意思关于尿的问题看医。他们经常觉得这个是变了的自然 的症状，或者他们不好意思跟他们的医生谈这个很敏感的问题，有时他们也是可能担心前列腺问题会影响他们的男人气概。所以这个原因，今年我们的前列腺癌医师月的主题就是难言之隐，就是我们要鼓励男性们多了解前列腺和前列腺癌症 的治疗，去抗击它，不要逃避，我们要请求男性 的家属们支持和鼓励我们这些男人，帮助他们康复这些障碍，去讨论这个很重要的话题。所以今天大家来这里，从我们的医生学习更多关于前列腺和前列腺癌的知识，就是向我们的目标迈出的第一个大步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减少前列腺癌症对男性和他们的家庭的影响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度过一个富有成效的下午。谢谢大家。